组装的。对。RO 渗透系统，反渗透系统。这是几层膜来着？啊？反渗透里面是几层？这是一个，这个是膜壳，膜壳，然后往里面是装那个，嗯、这个是两吨的嘛，里面就是一个一吨的反渗透膜。啊，一吨的反渗透膜。不是两吨就配两吨的反正吗？这是两吨，就是两个。啊、哦，两吨就两个。然后几吨就吧也可以配四个0.5吨的都可以，这是嗯，就一吨一个也可以配0.5吨一个的是吧、啊？但是这两个它的功效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水来了之后，然后出来，一路上这里来，一路上这里来。从这边进，这边进，从这边进，然后从这边出，从这边出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然后从这边出，从这进吧。不知道呢。这进，那是干嘛的？这进应该有接口啊。那是干啥的？外面那外后面有个口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这是一个水箱，水箱里面经过那个对这个泵，水箱进来泵就是这个，是吧？嗯。它这个叫啥？这叫反渗透膜壳。膜壳哈。嗯。然后，这个出来的是那个冷水。冷水。这个出来。然后，这个是从中间出来的，嗯、是RO水。RO 水哦，渗透进去以后它是怎么循环的？是从下面循环，这两个同时循环。对，现在这个是并联。并联的。对，并联的。同时循环出来以后，被连出来。对，从外面进，中间出。啊。然后，继续。直接去灌装去了，灌装水去了。对对对，去调配了。对，调水去了。然后呢，从另外一边那个叫出来的呢？啊。这个水是冷水，相当于没有被它就是过滤掉的水。脏水是吗？对，脏水就从这边。出去了，那出来以后又会连到一个污水罐里吗？还是连到哪里去啊？水嘛就比较脏了，就是相当于排掉了。对，排掉了。出口了，没有出个连接口吗？什么？没有出口的口。怎么出这个口？他说排水排脏水从这里排啊？不是，从哪？从这边排。那口呢？那应该那个是排水口吧？这个是排水口。啊、哦，那里排污口。这样的是吗？啊、哦，这里排污口，两个排污口，两个管子同时排出来。不是一个。这一个，那这个是干啥的？这还有一个，两个那个帽子，两个，两个这两个排一块排出来，嗯，水箱，嗯，从那儿进，水箱完以后呢，就是从这个管路出来，从这个管路出来，嗯，出来以后呢，就是说通过这个高压泵，高压泵，啊，高压泵呢。出来以后呢，从这边去进了以后呢，从这个中间出来，那、他们只留下的从这边过去，过去以后呢，它是相当于就是从膜的外壳靠水压往里面去压，压了以后呢，水从中间出来，出去，从这边出去，从这边出去，